我是二号吴磊 Claire， 韩式豆腐汤是我妈妈的最爱，这道菜总让我想起照顾妈妈的那段日子，当中满载了爱。就因为明白病患与家人的不容易，决心去做义工，回馈自己小小的心意。2022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11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。